看一下啊，这个叫饭包的。收钱包到账2元。米饭里边加点土豆泥儿，再来点黄瓜、胡萝卜，然后这个花生、洋葱，吃哪个酱？香菜、鸡蛋、青椒、香菇，这俩一起。好嘞，那酱加两个酱啊。哇塞，这样就是一个就像韩国大酱拌饭。这东北特色招牌是吧？老板做的东北的。吃哪个面？生菜白菜。生菜。生菜。然后这个菜叶子也可以选择，这边有生菜叶子和这个白菜叶子。用菜叶子包着这个饭包，它叫饭桶包。老板，你是叫马一饭桶包，还是叫马一桶饭包？以前叫一桶饭包，各种包，现在叫菜叶包。以前是桶包。老板没接住我的梗啊！啊，用蔬菜这样包着的一个饭包，哇，很健康啊，感觉。这是大白菜的宝宝的菜叶。这样给装起来，这就一个饭包。